人突然间咧谂嘅嘢咧就好似空白咗咁样。嗱，好球啊呢球波！好正啊！見到咧就係張傑文同埋楊慧咧，成日都打向對方嘅中路啊！咁啊，雖然話喺第一局方面啊，李力同埋張雅文咧就係先輸，咁啊，但係嚟到第二局咧，都可以話喺分數方面啊，都佔翻一定嘅優勢啊！可以睇一睇翻啊，魏日力其實喺第二局嘅前半段個表現實在係非常之好啊！咁喺速度嘅掌控上面，加上咧張亞文都多次咧上去去網前嗰度。去協助埋呢個藝人力去搶攻，可以睇到啦，一路都係可以把握到一個控制權，再追近翻一分添，10-11，只係相差一分嘅距離啫。手咧都系打得非常之好啊！见到咧一有机会嗰阵时咧，张亚文已经扑咗上前面啊，俾阿叶力嘅喺后边打，呢个系个机会啦！见到杨慧回翻个波过嚟嗰阵时咧唔够厚啊，张亚文把握咗呢个机会，嗱亦都喺中路啊，因为左手握拍，又右手握拍咧，咁好多时候咧，中路嘅时候咧，好可能产生呢个误会啦。嗱，两个都放松少少，唔系你打咩？我打嘅应该系。好啦，见到咧就系杨慧咧，就系经验老道啊。幾次嘅中路之後咧，咁然後跟住打一個直線啊。咁啊，當阿日力防緊中線嘅時候咧，咁佢就打一個直線。張傑文嘅發球。好可惜啦，啱啱出界張傑文。兩支組合都仲係咬得好緊啊！跳得好高啊，拉得好開啊，咁樣就係等自己好有機會咁，但係不過咧有幾個咧，嗱頭先咧一開。開始失分嘅時候咧，咁都係張傑文喺網前邊啊，完全把握唔到嗰個機會啦。其實網前面已經係爭取主動啦，咁但係不過咧就真係好似手有些少遠咁樣。中路，
今次唔放啊，两个都一齐谂住打啦。依然都系对，仲系打紧中路，拉开啲添。真的很穩定啊！嗱，毅力咧就係叫觀眾你拍手，唔該。唔係因為頭先見到咧，兩位嘅球手都可以話雙方都捱咗好耐啊！唔係呢邊見到張亞文，嗰邊就對住張傑文，但係可惜啊，轉一轉過去咧，一落翻到去楊慧度咧，張亞文就失咗呢個球波啦。啊！見到咧就係毅力真係叫觀眾，哇！我哋打得咁辛苦，你拍大聲啲掌啊！真的，剛才你近鏡見到張亞文真的打到面都紅了好了，今天張傑文就沒有浪費到這個球波，這個的假動作吊球就是楊慧真的很出色，好有球味，越打越有球味。你看到在球場的走動就不是說很活潑，但不過呢位置就是真的站得很好，所以其實很淡定地看到打球，一有把握就真的一定不會放過。也都是楊慧就是在這四位球手之中就很突出，控制了一個節奏。哇！張亞文同埋毅力咧，就係個速度真係好快。張傑文救完個波啦，都要借一借力坐坐喺地下。真係打到佢哋一波一碌啊！哇，好攰啊！唉，瞓一瞓先。唔係因為頭先咧，其實打過幾下都算幾長氣嘅來回球。真的挺辛苦的，真的抹一抹汗先看到張傑文，暫時都還是被他們吃住兩分，還要贏一局在手。輪回到這邊粉紅色衫的毅力，似乎應該就主裁判就判這一球球是入界的。又追近多一分了，出埋界添。咪幾次都見到毅力同埋咧張亞文，都可以慢慢咬翻翻嚟平手，但係咧要反超嘅機會反而唔係太多啊。嗯，因為對方嗰個咧就係失波嘅張傑文啊，咁但係不過咧，記得楊慧咧亦都真係仲係。控制住個節奏，哇！呢節真係要再大聲嘅掌聲，真係要俾張亞文啊！冇錯，你咧救都好辛苦，但係不過咧就係依個咧緊要啦，一把握到機會咧，呢啲真係好犀利嘅辣椒仔。好有衝勁。殺波咧嘅力量真係唔夠嗰三個啦，咁但係張亞文咧就係盡量咧製造好多機會嘅，步伐又積極。咦呀，重殺打唔死你，今次咧就係用下計仔啦，一個咧就係切殺啦，睇翻啦，即刻咧就有個成效啊！